零售管理协会举办的杰出服务奖，每年都会选出零售业精英，紧贴香港市民每一步。今年更会委任一班零售大使，为大众提供优质服务。仲有新增的奖项，十大杰出服务零售品牌开放全民投票，你的一票足以决定孰荣孰输。各位零售业的朋友，如果你认为公司以及前线的同事值得嘉许，快啲提名他们参加2018年杰出服务奖啦！